欢迎大家收看北马搞怪团美食玩水玩水。如果大家有听过我们北马搞怪团改编的歌曲 VM Style 的话，歌词里面其实有提到沙米果啤嘟嘟冰金炸好了金多狗一定爱去北马当兵役去看吧。对对对，就是这一首歌了。这一集我们北马搞怪团会去北马当兵役看个究竟，看看那里的沙米果啤和嘟嘟冰到底有多多狗。听说这里的顾客非常多，虽然老板的手脚已经非常快了，但偶尔也需要等上半个小时才可以喝到老板的果啤哦。喝果啤也需要等上半个小时，看来真的是来头不小哦。欢迎大家收看北马搞怪团的玩水玩水单元。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很特别很出名在北马当地的咖啡果啤，有嘟嘟冰和沙米果啤。这个档口啊，它的水不止好喝，老板的技术一流啊！跟你说，不信你去看一下哦。哇哇哇！老板的手，你看你看，很 pro 嘞，快到好像 rocket 这样。可是，老板，你可以再快一点吗？我们真的等不及要尝尝你的沙米果啤了。老板，既然你已经再忙了，不如顺便再给我们多一杯嘟嘟冰吧，哈哈！拍谁拍谁，忘了告诉大家，这一个沙米果啤的档口在那里，其实就在本妈当兵役所谓的榕树下，也就是不给明亚通往新巴安巴的大路旁，本妈当兵役巴萨那里。哦，安静，你们没果啤干的？我叫你来里面果啤冰。哦，那沙米果啤，给果啤出名。啊，出名噶，规搭座山骹人会使讲真济人会知了，无你看今仔日人山人海啊，啊，华雷华回人本来咯，真济人哦，啊，伊个比我比啊，个比店咪跑了不输伊啊，今天有今天的气氛，安尼好了，安尼大气啊，啊，安尼恁听个比多久了？几年咯，人家少年人家老咯，哇，哦，啊，咪在前面十几年了，啊，个比店哦。林贵啊，林家宝路，宝路是贵哪代啊？榕树下，林家榕树下来古岭嘛，好食。嗯，好。俺老公听路讲，俺我宝路公是在开价了。啊，那你就排队啊，无排队啊，排队啊，排队啊，你是讲你爱都有啊？我都想爱林路诶，特别路饮料了。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啊，三角镇。三角镇。隔壁大门吧。我隔壁大门啊。那你想知道这里的咖啡很好吗？因为。不好意思，嘟嘟冰，哦，嘟嘟冰，啊，蛮好喝一下啦。那所以我来尝试它的沙米果啤过后是蛮好喝啦。所以因为今天沙米果啤难整嘛，就没有办法我换这个产品了。哦，哇，沙米果啤，很多人都喝沙米果啤啊，很难等，要等很久。哦，很难嘛。我们好像看到熟人了。好了我刚才开枪，那我们吹。好，给我们进来鼓哦。不是讲，不在这个鼓哦。这个事情你们喝的，试试看。等一下，老板，等一下，老板来。哦，想不到哦，它有一点果啤，有点 Nestum 的味道，真的是比大喊哦。这就是传说中的嘟嘟冰，真的很好喝。肯定一杯不够。老板，干杯！安卓，我们是 VM Style。天煞我
这个沙米国币的档口每一天都会营业，从大约2:30到卖完为止。这么好喝的国币，你们怎么可以不来试一试呢？谢谢大家收看北马搞怪团的美食玩水玩水，我们下一集再见吧，拜拜。沙米国币嘟嘟冰，真正好料真大个，一定爱去北马当顶去试看卖，有米有蛋，搁有米搁蛋。爱过海去不老阿曼，一定爱买票坐三班。